请站立，让我们一起来问安与赞美。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很欢喜人对我说，我们同往主的殿。来啊，我们一同歌颂主，我们要向全能的救主大声欢呼。上帝是灵，我们当以心灵和诚实拜他。荣耀归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赞美归于主，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念求借心祝文。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主。求主用圣灵的感化，洁净我们心里的意念，叫我们尽心爱主，恭敬归荣耀于主的圣名。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所赞美。我们来拍手来赞美他，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所赞美的耶稣。哈利路亚！全能真神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
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
首唱，我要向你来歌唱，张开属天的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哦，主，我要来敬拜你，站立在你的宝座前。哦，主，哦，主，我要来亲近你，在你的面前，我献上我的心，张开属天的翅膀，我要飞到你身旁，从我一切的惆怅，我要向你来歌唱，张开属天的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张开属天的翅膀，我要飞到你身旁，冲破一切你惆怅，我要向你来歌唱，张开属天的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我们一起的来自由的敬拜，我们一起的来自由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所赞美的神，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所敬拜的耶稣。耶稣，耶稣，呼求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张开属天的翅膀，我要飞到你身旁，冲破一切的惆怅，我要向你来歌唱，张开属天的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张开属天，张开属天的翅膀，我要飞到你身旁，冲破一切的惆怅，我要向你来歌唱，张开属天的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感谢神给我们做神你的儿女这条彼此相爱的命令，让我们能借着神你的命令彼此相爱，能流露出好的见证，高举及荣耀你的名。求神加添爱心及耐心在坚信基督中心的弟兄姐妹，在这疫情不能在教会崇拜，也因此没有在每个主日见面，没有彼此关心交谈。神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对教会，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爱依然一样。求神的圣灵帮助我们，不但能自然的爱，而是能超然的爱，包括爱我们不爱的，爱我们认为不可爱的，让我们能特意去关注教会的弟兄姐妹，能看见他们的需要，因此能自动地为他们的需要去付出。神啊，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更看见福音的宝贵，更看见为你传福音
是何等的有福，使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更是热烈地传讲。感谢神，你的吩咐使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去传福音，乃是带着你的权柄出去。主，赞美你有叫人得救的权柄，求神无时无刻地装备我们，使我们随时都能向人讲说你宝贵尊贵的基督，推动我们能常为你传福音，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带领未信主的人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求主怜悯我们，也怜悯每一位我们向他们传讲福音的人，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在传福音上的勇士。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神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能靠着从上头而来的力量，使我们能坚持信心的服侍主。神指着亚伯拉罕起誓，他的应许是不更改的，神对我们的应许也是不更改的。我们要渴慕神的应许就在我们身上，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是大的，因此我们要开阔我们的眼界，要走出去看看神所做的奇妙作为。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根基，我们要警醒，靠着神加给我们的智慧与力量，坚持真理，抓住神的应许，殷勤地服侍主，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堂线上崇拜，欢迎您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上帝。弟兄姐妹们，我们鼓励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来继续交流。若是你是新朋友的话，我们也非常开心可以看到你，我们也希望可以跟你有联络。所以若是你是新朋友的话，你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写下你是新朋友，我们就可以有招待团的这个的招待员呢来去关怀你。然后呢，也鼓励大家在这时候也是继续的遵守我们政府所给的这一个的 SOP， 也让我们好好的照顾自己，也照顾我们的家人。若是你有任何的需要呢，你可以联络我们的Annie 传道。若是你有什么需要祷告啦，还是你需要任何帮助的，你可以联络教会。所以 Annie 传道呢会帮你跟教会接洽，然后我们再看如何能够帮助大家。愿上帝赐福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也愿上帝特别保守我们，让我们免于这个的疾病的攻击。第一项报告呢，我们有这个的祷告会，就是在这个8月13号，我们在前几周已经有报告了，就是在8月13号晚上8:30呢，我们会有祷告会在Zoom 的这个平台举行。所以呢，我们就鼓励大家，当我们自己做好防护这个措施来避免这个的疫情的时候，我们自己呢也应当把一些我们自己做不来的，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这一些的保护跟防护措施呢，我们就是以祷告来交托给上帝。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为我们国家祷告，为每个人祷告。接下来呢，我们有这个的40天禁食祷告，就是在8月7日直到9月15日的这个禁食祷告的这一段期间呢，总共是40天。所以呢，若是你需要用到这个的手册我们有这个的电子手册，你可以跟你的组长索取，你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一个Annie 传道来去索取这一个的祷告，这个禁食祷告的手册。然后呢，我们中文堂呢也会在这个星期一中午12点直到12点45分，星期一每个星期一12点到12点45分中午我们会在 Zoom 呢会举行这个祷告会。所以大家在这个禁食祷告 的期间呢，也可以在每一周的这个中午，在大家有午休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也可以来一同来为大家为其他事情来祷告。现在是我们奉献的时刻，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开心可以看到大家仍然还是忠心的把奉献献给上帝，
把粮纳入上帝的这个库里。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所做的这个奉献并不是白白给出去的，而是拿来为上帝的国度，为了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要宣传他的福音而用到的这笔金钱。所以若是你已经正在给这奉献的，鼓励你继续慷慨的给这个奉献。若是你还在考虑，正在思考到底要给多少的，愿上帝给你心中一个数目。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可以透过网上转账的方式来奉献，我们来甘心乐意的来献上我们的奉献。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阿们。那我们现在安静心来预备好听上帝的话语。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3-8。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则事，就当专一则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奢侈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会众请站立。主耶稣基督的圣福音记载在约翰福音6:35以及41-51。荣耀归于主耶稣。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41。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这是基督的福音，赞美归于主基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应用在使徒保罗教导我们信徒要明白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恩赐。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恩赐如何在教会做服事的工作。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属灵的恩赐的教导呢，让我们知道清楚自己我们的恩赐。神赐给我们恩赐呢，是要来做什么呢？神赐给我们恩赐就是要在教会里教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服侍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有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恩赐在哪一方面呢，他们就会向哪一方面去侍奉。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哦，所以神把我们每一个人聚集在一起，有些有学历的啦，有经历的啦，每一个人的财富而社会的地位完全不同，所以做事的方法也不一样，有一些人快，有一些人慢一点。而且神把我们这么大的一群人聚合在一起呢，共同来服侍他，合在一起去学习，合在一起让神来掌权，合在一起之后我们被圣灵感动，生命被改变，这个就是服侍的目的。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教会里面的人在服侍里面受伤了，被伤害了，所以我做了那么多都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看见，而且又给人在批评论断，所以他说我不做了。你为什么会受伤呢？太看重人对你的批评，却看不见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作为。你为谁做？保罗说有人批评他这是极小的事。保罗意思说，使徒保罗当他在主里面服侍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批评他，但是保罗看为这个是极小的事情。神也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晚早上让我们来一起来分享这个罗马书使徒保罗的教导，引领我们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如何的去应用，如何神你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主里面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要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服侍我们的主，让别人也得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献上感恩，献上祷告。主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罗马书十二章呢，提到神为什么有很多的恩赐给我们呢？恩赐是神按照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众人的哦，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恩赐是要我们配搭起来彼此的建造。当我们看到保罗谈到恩赐怎么样应用呢，你就看见什么叫做服侍了。保罗劝我们，开始我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待奉，理所当然的。神的慈悲，生命里头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每给我们领受一切神给我们的福分，都是因着神的爱，是神的慈爱和他的怜悯关怀我们这个心。所以保罗用神的慈悲劝我们把身体献上，身体献上呢，就是要我们全人，我们全人整个的人要献给神，献给神的当作活祭。当我们谦给当作活祭，在第三节里面圣经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中道。所以教导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谦卑很重要。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有一点的恩赐就会表现忘了我是谁。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是要照着神分给合乎中道。
这里的信心呢，不是所得信心，这里的信心呢，指的是应用恩赐的信心。你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恩赐，我可以靠着神的信心，有把握去把我的恩赐应用出来。他说的这个信心，他说你不要自高自大，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在神所赐给你的这个信心里面看见神给你是什么，你这个信心的大小，然后看自己合乎中道，看得准确。保罗所讲的乃是指这个属灵的恩赐啦，在基督里需要配搭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不同的属灵的恩赐。他的心意是要我们按照这些恩赐来服事，特别我们讲到现在的疫情当中，很多人啊，被感染的人需要祷告，一些被病毒感染去世的，他们的家人是那么的伤心和难过，还有很多贫苦的人，现在很多没有饭吃的人，没有工作做的人，很需要帮助。有一些还有忧郁症的人，心灵创伤的人，我们是要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他们需要耶稣的爱。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有耶稣的信心用在你的恩赐上，那样呢，你就可以看到果效。神已把发掘及应用恩赐的信心赐给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照着神的吩咐，神所给的，个人凭信心去发挥神眼中的你。当我们这个恩赐我们去发挥，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是要在我们的服事上，我们的事工上，我们要什么忠心。在事工上，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能够做多少，也不是看你做了很多，他所看重的是我们是否完全的献上，是否良善和忠心。你们都记得在马太福音25:15开始有讲到，一个主人分配他的钱给他的仆人，说到有一个主人给他的仆人，第一个给他什么5000，所以第一个拿到5000的时候呢，得到5000的人呢，就随时做了买卖，他拿了5000做买卖，然后就赚了5000。然后一个呢，他就给了他2000。给了他2000，他也去赚了2000回来。然后有一个给了他1000，这个领了1000的仆人呢，就把这个银子呢，挖在地里埋藏了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1000，收到1000银子这个仆人，为什么他把这个1000块埋藏起来呢？第一，我们就是看到他的心态。因为他害怕，接下来的动作就是什么？他害怕就把它藏起来啊，可能他怕这一笔钱1000块不见了，怕被人家偷了，所以他害怕就把它藏了起来。最后我们看到第26讲到什么？主人回来的时候啊，3000的就交账了，有3000了；2000的就交账了，有2000。然后这个1000的交账没有赚取回来，所以主人就回答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像这个拿1000银子的人，害怕，把它埋藏起来，不做事。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要成为又饿又懒的人，
要到了那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说我们，你又懒又饿的仆人。所以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做执事的，你就当专业的做执事；做教导的，你就当专业的做教导；做劝化的，你就当专业的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专业就是教你认真的去做。当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事工的时候，你就要什么？认真的去做，忠心的去做。教导就是要把圣经的话语真理去教导人。劝化的就是要劝勉人，鼓励人，纠正人走回正确的路。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如羊迷失了，可能有一些很久没有来教会崇拜了，没有去小组了，所以你要鼓励他，劝勉他回来教会，回去小组崇拜。人伤心软弱的时候，你要去扶持他，要鼓励他。施舍呢，你在施舍许多的事情的时候要诚实，不必要等待别人来回报你。所以当我们施舍的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不要等待别人来回报你啦，只要这件事情做对了，你就是坐在神的面前为神而做。治理的就当殷勤，如果你是神给你做治理的，你就殷勤的去做，努力奋斗的去做。怜悯人的就甘心，怜悯人的体恤人的就是要甘心。其实怜悯人不是那么容易做，当你去怜悯人的时候，帮助怜悯他的时候，这个工作不容易，如果一次怜悯他 OK 啦，如果常常要去怜悯他，我们时常要去做，当你做了怜悯的工作，说那个受怜悯的人没有什么正确的回应，没有什么回应你啦，你还做不做？所以真理就是讲到，所以他讲要了甘心乐意的去做。甘心就是要我们心里面愿意的去做，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为主而做。别人对我们怎么样回应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你看每一个恩赐都在学习，不同的都在操练，按照神的心意来操练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些许多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圣经真理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身体里的肢体。我们蒙恩服侍主的人，虽然各有各的恩赐，虽然有分别，但我们大家却是服侍一位主，我们大家所做的却是要共同的合意和同心。教会就是要聚合一大群的人在一起，我们共同来服侍神。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呢，每一个人学习生命的更新，学习被改变。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神把不同的人都聚在一起。我们在肢体里面不可以说脚啊我不要你，手说我不要你啊脚啊，眼睛不可以说我不要鼻子，
我们都是要大家一起的陪伴，在这个肢体里面要有眼睛，要有手，要有脚，要有口，要有耳朵，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肢体里面，神把我们放在这个肢体里面，在教会里面，这个恩赐没有大小，彼此配搭，互相的尊重。恩赐没有说，哎，你的恩赐比较大，哎，你的恩赐比较小，没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是要彼此的配搭，互相的尊重，一起来服侍主。我记得我们在2017年，我们举办一个家庭营，大家还记得吗？啊，回味哈，记得2017年我们的家庭营 ，Family Camp 嘛。所以在那个我们要开始举办这个家庭营的时候呢，我就招了我们啊的组长们来开会了，哦，因为我们要举办这个家庭营哦，要筹备，要计划很大的计划。很多的事情我们要计划，而且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准备啊，这个整个的家庭营，因为我们这个家庭营呢，我们是大概有200人这样嘛。所以最重要我们要做家庭营嘛，最重要先第一个是找什么，当然是要找一个住的地方了哦，可以容纳有200人哦，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去讨论了啊，我们讨论我们住的地方呢。啊，找地方不容易哦，要因为我们啊可以容纳200人呢、啊，还有我们也要有一个会议室啊，能够给我们在里面啊祷告啦、唱诗啦、分享啦，也要有一个很大的会议室。还有耶，我们也要找什么那个地方要很大哎，可以给我们玩 game 的嘞，游戏的嘞，而且吃饭的地方也可以容纳200人呢。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就分配。给一些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同的恩赐上的去分配给他们准备去管理这些的这个家庭营，我们要找一个管理场地的啊，还要找一个什么管理饭厅的，还要找一个管理游戏的啊，筹备这个游戏的，还要找一个管理这些房间的啊，还要找一个分享的。我们还有那个什么医务人员呢啊，万一有弟兄姐妹玩 game 的时候受伤了，我们要有医务人员去照顾他哦。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什么负责交通的啊，来回的交通。所以呢，教会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不是好像啦，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庭。所以我们要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建立。共同的一起来侍奉，就是这样，用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去做这个服侍的工作，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呢，一起来欢庆啊！最后我们一起日子到了，到了那天我们就一起去家庭营啦，我们一起去欢庆，一起去欢乐，这个就是神的教会。给他儿女们聚集在一起，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教会就是我们的家，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的来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重要的，首先你要看到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侍，虽然我们是服侍人，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服侍我们的主。你服侍的人就是服侍了我们的主，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应用在教会里头。哦，我们神给了我们恩赐，我们应用了在教会，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或者我们在外面哦帮助有需要的人。哦，这样我们就看到呢，神给我们这个恩赐。建造我们，不单止我们可以帮助人，也可以建造到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个恩赐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神给我们更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给我们去侍奉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给我们每个人
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里面这个大家庭里面聚合在一起，不同的一起来侍奉神。在这里我要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来鼓励大家，让大家知道，倘若我单元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就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我们都是住在永生神的家庭里面。阿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你的恩典，你给我们这个永生的家，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能够弟兄姐妹相聚在一起。你赐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去做不同的各样服事的工作，让我们建立我们的教会，也在我们的恩赐上来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如何的去学习。我们感谢你，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力量，继续的来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有时我们在教会有不同的这种的彼此的伤害，但是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伤害当中，我们定睛的仰望耶稣，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的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来建立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亲爱救主，我要你。
名耶稣，哈利路亚耶。我们一起来念米记亚信经，来坚固我们的信仰。我信独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真女玛利亚取着肉身，并成为人，在本丢皮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受死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在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信圣灵为主，并赐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借着先知传言。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者，我承认赦罪设立的独一洗礼，我指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们。弟兄姐妹们，请站立，我们来领受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的福，将在你们中间，常与你们同在。阿们。愿你们平安回去侍奉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暴雨中，梦消失无影踪，看着低头的我，不想往前走，久违的笑容你说要还给我，想起你说经过我，这点算什么，未完成的梦想
怎能就此打住？前方的路曲折，你所携手共创，不怕留下的泪，梦想因爱发光。没有什么晴天，彩虹就会出现。不怕失败的我，要再次面对。